这里一块都属于零公里啦。对啊，这已经超了。这已经是零公里范围内，但是不就是你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石材厂啊？这后面那个小厂。后面有好多小厂。哦，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了，这样子只能靠带了，人力资源带了。小厂就数不清了。那就是靠。外面呢还都是大厂，但是。那怎么会涨？我们到了当地呢，在当地那个附近，它有几百家石材厂，就是符合钓领头的这个地点呢，就有几十家。啊，就有几十家，而且这几十家都是没有牌的。啊，就是说这个给我们这个抓捕就带来很大困难。冇去地方。蓝色衣，呢个一个蓝色衣服啊。到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想我们是什么办法去做，去了以后我们就兵分两路，第一路的话就寻求了当地公安机关的一个配合，另外一路的话我们就乔装成一个石材这个采购商啊，我们就进行一个逐一的一个摸排。30分到达280米后靠右直行。这路边按怎么不行？这是东莞市公安局长平分局组织的一次摸排行动，他们要寻找的是一起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有情报显示，这名嫌疑人很可能藏身在这个遍地都是石材加工厂的村子里。啊，这都多了，都就该远吧？刚放走了，帮我那个包里面有催发剂，催发剂都有。因为他们那一块都是一个做一个石材的生意。也有当地的人，也有外地人，但是我们就想，如果是直接开个小汽车去走访的话，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又一走一停的这么用的话不合适。当时我们就租了个摩托车，以这个采购石材这么一个名义进行一个沟通联系。尽管摸排工作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东莞警方完全没有放弃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找到这个不起眼的村子，就已经看到了案件侦破的希望。毕竟，为了查清这名嫌疑人的藏身之处，东莞警方已经花费了近28年的时间。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时间要回到1992年12月21日晚上呢8点多钟。东莞市长平镇某工厂的员工宿舍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这个死者的名字叫陈子健，那年呢23岁。而在案发之后，其中一名嫌疑人黄小伟呢被当场抓获。东莞警方根据嫌疑人黄小伟的供述，又先后把同案的嫌疑人黎光明和吴福强抓捕归案。是啊，最后一名嫌疑人张春发从那之后就一直在逃，多年来东莞警方从未放松过对张春发的追逃工作，但是呢一直都没能收获有价值的线索。大家都在想，这张春发这么多年他藏到哪儿去了呢？而这一次我们的警方又是如何找到他的踪迹的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关注的事件，来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一起抢劫杀人案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就往受害人身上就捅了几刀，但是捅到他那个肺啊、肝啊、肠子啊，到处都有受伤。多年之后，最后一名嫌疑人的下落被查出，案件真相能否最终呈现？到底是嫌疑人还是不嫌疑人？我们都是很困惑，不敢肯定。追逃28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东莞警方当年的案件侦办卷宗显示，1992年12月21日晚上8点多钟，四名嫌疑人黄小伟、黎光明、吴福强和张春发相约到东莞市长平镇的一家制衣厂进行抢劫。我们这边的话，厂里面都是统一每个月定点是哪一天出粮，所以他就掌握这个消息，他说20号就那个针织那个毛织厂呢，他就出粮，商量好，准备返回长平进行抢劫。四个人准备了3把刀、一根钢管，等到天黑的时候就开始行动。其中，黄小伟、黎光明和吴福强一起翻墙进入了制衣厂的宿舍区，
而张春发则负责在外望风。进去以后，当时李某明呢，他就看到宿舍里面出来了一个人，他马上就把他给推进去，推进宿舍，就准备实施抢劫。这个人就是案件的受害人陈子健。三名劫匪没想到陈子健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不仅没有害怕，还一边呼喊一边反抗。李某明看见他那边反抗那么激烈，感觉有点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拿着那个刀啊，就往受害人身上就捅了几刀，当时捅到他那个肺啊，肝啊，肠子啊，到处都有受伤。当时在捅的时候，受害人还是在极力的反抗，也在呼喊。当时陈子健还有另外一名同事也在，三名劫匪在控制住陈子健后，黄小伟就准备拿刀去抢劫这名同事，谁知此人面对歹徒没有慌张，同样是大声呼救。当时嫌疑人感觉到他们反抗那么激烈，又是大声的那个喊叫，就害怕了。他们做完以后没抢到东西，看到他们有这么反抗那么激烈，他们就跑了。李光明和吴富强按原路翻墙逃出了制衣厂，而最后一个爬上墙的黄小伟被陆续赶来的工人当场抓获。负责在外望风的张春发听到工厂里面的动静之后，也迅速逃离了现场。最终受害人陈子健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我们当时92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专案组，就对这些逃跑的三个对象进行一个追捕。我们就在就发现了那个有个嫌疑人跑到了广州，我们那个专案组就在广州那边进行一个侦查。在广州一个水果市场抓了那个吴某。吴富强和黄小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1993年10月2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两人作出终审判决，吴富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黄小伟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3年后的1996年，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黎光明在广州被警方抓获。1997年9月22日，黎光明因犯抢劫罪被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尽管对主犯处以死刑的判决结果给了受害人家属一个告慰，但仍然逍遥法外的张春发始终是相关侦办民警的一个心结。他们内心里清楚，案件拖的时间越久，对张春发追逃的难度很可能也就越大。就是我们当时就经过了多方的调查，就只发现了他的一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是一个旧的身份证，然后在案发以后他就不用了，身份证上面还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黑白的一个照片，所以这个条件当时也是有限。由于案发时张春发只是负责在厂区外围进行望风，所以案件的中心现场并未留下张春发的任何痕迹物证，这也给警方后续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时我们也出了差，去了他的老家，去老家以后调了到户籍，就只能查到他的父母。父母信息我们还是可以查得到，其他的信息就没有了，因为当时他们都是比较年轻人，都是20岁左右，后来还都没有成家，只是父母的一个身份。案发以后他们也断绝了和父母的一个联系。我们分局它是有一个专案组的，其实都一直都是在跟踪这个案件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派人去他老家去摸排一下，去找一下当地派出所，看看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回来，是吧？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就是只有这种原始的方式，或者是在他家门口蹲守一下，是吧？看看他有没有回家，当时的手段就是只有这样了。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负责侦办案件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警方的追逃工作一直未曾放弃。在东莞市公安局长平分局刑侦大队的档案室里，存放着专案组民警每年对该案件的梳理研判报告及追查记录。相关记录显示，办案民警多次调整侦查方向，辗转省内省外多个地市开展追查，却多次无功而返。
追逃工作第一次出现转机发生在2011年。2011年的时候去，用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他换了一个已经死亡人员的身份，也是因为这样子出现异常被我们发现了。但等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因为他留下的痕迹太少了，当时也科技化也没有那么先进，也无法找到他，也请当地警方也全力配合了，也没找到他。那次之后，张春发变得更加警觉了，他再次更换了身份，并且几乎不再使用那个死亡人员的身份了。不过东莞警方这一次虽然没能成功抓获张春发，但也对他的行踪有了初步的掌握。追逃工作第二次出现转机发生在2020年2月。在我们研判小组的一段时间的研判以后，就发现了有其中在他那个重点关系人里面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当时我们排除了以后不敢认定他这就是嫌疑人，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个化名叫张百万。我们呢就会看看这个电话有没有注册 QQ 啊，有没有注册微信啊，是不是在这些电话号码里面有注册这些 QQ 和微信的，是吧？我们就会加他好友，看看他平常都是发一些什么照片呢，发一些什么朋友圈呢，是吧？我们来判断一下他的职业。通过进一步研判，警方了解到这个化名为张百万的人是做石材生意的，于是侦办民警决定假借跟此人聊一些石材方面的业务，来进一步摸排此人的相关信息。深入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想办法呢，就是说能够视频聊一下天，看看他这个朋友圈有没有他的这个照片啊。然后有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比如说我排查到一个照片，然后呢我就会跟我92年的这个照片，这个黑白照片去比对，觉得相似度达到90%以上的，我们情报员当然把这个线索啊把它研判出来以后啊，都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个命案积案的一个逃犯，我们这么多年几代的刑警花了那么多心思，我们终于把这个线索给研判出来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当时的情报员的心情是特别的兴奋的。最终侦办民警调查得知，这个化名张百万的男子落脚在广东省连江市一家名为龙翔的石材厂。事不宜迟，东莞警方立即成立了追逃小组，前往连江开展抓捕工作。当时去到连江以后，我们发现在广东连江那块地方有几百家做石材厂，并且呢在那个地方的石材厂很多是没有门牌了，也没有招牌了，好多都是。冇佢地方。蓝色衣服啊。我们根据我们平时掌握的信息，在他估计出现可能性最大的区域进行伏击，同时通过当地的一些关系秘密开展摸牌，后来逐步摸到另外一个名字我们之前没掌握的另外一个名字的人的可疑性非常之大，然后再去这个人活动的区域范围内伏击他，就伏击了2天，终于见到他，就把他给抓获了。来，下车，好了。记录没写吧？记录的。他当时也是很紧张，我们在问了一几分钟的左右吧，到后面就自己承认了，他就是我们在逃28天的张某发。现在抓了起来了，对不？哎呀，我晚上躺在这里都可以睡一点觉了。啊。那时候老鼠动向都醒过来的，很害怕。张春发说，他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公安机关抓到，他原本打算等自己最小的儿子成家了，没有牵挂的时候再去自首。这么多年来，张春发从没有详细的跟家人说过当年的那起案件，
那也是他不愿去回忆的经历。当时，哎呀，在找在长平这里打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那时候我们还小，也不懂得法律，所以呢就干出这种事来。案发时，张春发只有20岁。在他出逃一年多以后，他才听说受害人已经死亡了，而另外3名同伙分别被判处了死刑和死缓，这让他对投案自首产生了畏惧心理。他认为他自己投案自首也是被判死刑，他是这样认为的，啊，所以说他就与其判死刑，他那还不如在外面跑了，就这样。在外逃避的日子，张春发养过鸡，种过菜，什么活不要求身份信息他就干什么，并且多次找机会更换身份。是想出去赚赚钱吗？又没有身份证，又担心害怕，又给人家抓，又我知道还有没有命，看见那个儿子的女儿。所以我一直都是在躲躲藏藏的，一直不好过啊。外逃的第4年，张春发认识了现在的伴侣，因为没有身份证，所以他们一直也没有结婚。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才简单的跟伴侣讲了自己当年做的糊涂事。在那之后，两人又生了3个孩子。现在除了最小的儿子，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了。我叫他那个孩子千万不要出去做那犯法事，做犯法事就搞不回来了，你知道没有？我就一个的说，希望给国家给我个重新的机会，给我改过自新。那么这宗命案啊，历时28年啊，那么能够成功的将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啊成功抓获，体现出啊，那么在现代这个智慧新警务的这个大背景下，那么这个科技对我们的公安的破案打击，那么提供强力的支撑。将来啊，我们还要大力的推行科技建设，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我们的贡献。28年前，张春发触犯法律，做了一件让他悔恨终身的事儿。而这之后呢，为了逃避法律的打击，他居然又隐姓埋名逃避了28年。28年啊，给他的父母、伴侣、4个子女造成了身体、心灵的双重的伤害。也正如他所说的，回来了，他才真正觉得解脱了。所以啊，真的是很希望他的这个教训能够给此时此刻依然在逃的这些人一些警示。唯一的出路就是投案自首，这是正路，这是出路。一天可瘦8斤，减肥广告效果诱人，有很多人在买，评价的效果都特别好。一颗胶囊80元，实际成本低得惊人。这个很夸张，这是多少倍的利润？含有致癌物质的减肥产品，为何销售额高达上千万？有毒的减肥胶囊一线即将播出。家住宿迁的陈先生身材有点胖，一直想减肥，也试过很多办法，但效果都不太好。这天，陈先生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朋友发的一条信息，推荐了一种他之前没有见过的减肥胶囊。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陈先生网购了4颗，一颗就要80元，每天可以瘦到6到8斤。然后呢，我就看到他的微信的朋友圈嘛，也有很多人在买，评价的效果都特别好，承诺说符合什么标准呐，国家的这些标准什么都有。收到货之后，陈先生意外发现这个所谓的减肥胶囊包装十分简陋，连生产厂家厂址等基础信息都没有标明，只有4颗是个胶囊，很小的一个塑料袋包装的。我一看颜色还不一样，我也没敢吃，我就害怕这玩意吃完对人身体不好。
随后，陈先生将这四颗减肥胶囊拿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想委托检验一下，看看究竟能不能吃。从这个产品里边检出了酚酞，严格来说的话，它是一种化学产品，但是它酚酞片它是一种药品，是处方药。酚酞常用于治疗慢性便秘，长期使用会给肠胃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二类致癌物清单里，酚酞位列其中。公开销售的减肥产品中竟含有致癌物，这可不是小事。案件被移送到了当地的公安机关，警方根据陈先生购买减肥胶囊的相关信息，很快就找到了这些所谓减肥胶囊的卖家，家住深圳的汤某。对汤某的这个住处进行搜查，然后现场搜查到6000多粒啊 BB 溶脂减肥胶囊，品种有排油啊、全身瘦、腰腹瘦，一共是6种。我们把这个卖家的微信交易明细啊，还有支付宝的交易明细，我们通过到深圳调取，到杭州那个支付宝调取，调取来之后分析，这数据已经反正案值挺大的啊。调查的结果让侦办民警深感意外，相关交易记录显示，这个所谓减肥胶囊的销售网络共分5个层级，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之后民警又瞬间找到了身在广东省河源市的四级代理商谢某。谢某是刚生完孩子，我们当时抓的时候是2018年2月份，他的孩子6个月还要吃奶，他产后体型就突然变化，他也是自己先买着吃。而且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是那种宝妈之类的，没有工作，确实也想通过销售这个产品增加自己的收入。抓捕行动持续进行，三级代理商刘某在河南许昌被抓，二级代理商小飞在山东蓬莱被抓，最后一级总代理小秦也在浙江温岭被警方抓捕归案。他们对警察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意外，都表示完全没想到卖这个减肥产品会犯法。因为当时卖减肥产品不是我们一个，做微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多，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产品，反正就觉得自己吃得很好，就给身边的人吃。小秦小学文化，2016年上半年，小秦作为用户第一次购买了这种所谓的减肥胶囊，后来他转而做起了代理销售工作，并一步步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在小秦家，警察搜查出了还未售出的减肥胶囊1800多颗。据调查，仅仅1年多时间，小秦便通过他组建的这个销售网络，售出了约201万颗所谓减肥胶囊。这些所谓的减肥胶囊是在哪里生产的？民警调查得知，作为总代理，小秦拿到的货都是从四川省绵阳市的一个小区通过快递发出的，而发货人就是住在该小区的居民熊某。侦办民警在熊某居住的小区蹲守了2个星期，却发现熊某白天几乎不出门，只有晚上会去一家酒吧消费。因为他有辆车辆嘛，他车辆正常停在家。所以说我们后来想想，估计应该就在家里弄了。侦办民警决定正面接触熊某，便敲开了他家的门。哎，大家，在家啊，在家。开门的是熊某的父母，此时熊某还在睡觉。然后整个家里面等于几个卧室里面，包括客厅里面堆的到处都是这种包装盒。嗯，这谁弄的呢？这个啊，这是我弄的。就是你有没有实体店？实体店没有。然后之前就是从事那个，也就是从外面买了就然后自己再来卖出去就行。我就问你，在熊某的家中，民警发现其中一间卧室里有装胶囊的机器，一个木架子上放有几袋的胶囊。而卫生间里也有很多装着药粉的桶。熊某告诉民警，他卖出的那些所谓的减肥胶囊完全都是在家里制作完成的。这是什么？这全是药店人买的东西，那全部都是药店人。这东西你自己又弄的是吧？对，添进去的。这是不是粉子吗？对的，香菇粉，老同志，这叫香菇。香菇粉啊？嗯，就是那个，是 BB 溶脂。BB 溶脂啊。BB 溶脂啊，这机器多少钱？1万多块。直接把粉弄进去，把胶囊壳
对，放在这里面，然后就自动包装好了。自动弄好。一次的剩量多少是？360克。啊，一次360，一次360是吧？在熊某的家中，民警共查获做好的胶囊约37000颗，包括复赛米、酚酞在内的各种原料药共13箱，胶囊壳5箱，还有标签、胶囊包装瓶等多种作案工具。最终，熊某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批准逮捕。不知道这个是违法的，所以说也没有害怕过，因为当时说就是说可能没有这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可能会被工商局的那个罚款嘛。如果当时意识到有这么严重后果，就是多少钱我也肯定也不会去。熊某34岁，上过2年大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之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年前，他在某电商平台上开了家网店，名义上是在帮人代购国外的减肥保健食品。但实际上，他所销售的产品是国内的一些不法商家将复赛米、酚酞等处方药压成粉末后，再重新包装制成的非法产品。后来，一个微信名为何涛的山东女子联系了他，问他能不能自己制作类似的减肥产品。他说必须要达到什么什么效果，比如达到市面上有一种减肥产品，但看了样子它还是一种利尿产品，然后我就搜索到了，检索出来了，它这个东西啊，可能是添加了氟塞米、青铜塞嗪之类的东西，利尿类的东西，然后才有那么强劲的效果。熊某告诉民警，他完全是自己摸索到药店买来了类似氟塞米、酚酞之类的具有利尿、排便等功效的药物，连同一些果蔬粉之类的东西，经配比混合后，再放到胶囊里制成了所谓的减肥产品。为了保证效果，他还自己试吃了半个月。用的特别多的时候，会可能人有一点觉得啊，头昏的那种感觉，但是大过个半天他就好了，因为觉得可能不是太大问题。熊某说，他自己试吃后发觉身体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便认为这款减肥产品算是研制成功了。于是他开始大量承接来自那名山东女子的订单，对方给出的价格为每颗胶囊1.5元。我甚至不知道他把这个东西怎么卖的，怎么分什么代理啊！我一后来我拿到起诉书一看，我自己都觉得很夸张，你知道吧？1.5元一粒，你卖到40块钱一粒，这个很夸张，这是多少倍的利润？事实上，类似氟塞米、酚酞之类的处方药，按规定只有持有医生开具的相关处方才能买到，但熊某表示自己没有处方，同样能够买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记者也随机找了一家药店进行了调查。青绿塞嗪片这两种药，我能买个10盒吗？没有那么多，你要药的话得订啊。那我来个二十盒，能给你订吗？那到星期一订。星期一订是吧？对啊，就是那我到时候来取就行是吧？对对。果然，本该凭医生处方才能买的药物，在这家药店可以轻易买到。熊某说，他当初就是抓住了这样的漏洞。那么，类似氟塞米、酚酞等处方药，如果不遵医嘱随意服用，到底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伤害？青绿塞嗪，属于利尿剂；氟塞米又叫速尿，大量排小便的；酚酞呢，也叫果道片，是用拉肚子的，也有减轻体重作用，但是它不是减轻这个减肥啊，减肥最重要是减掉脂肪，它是把人体的水分拉出去了，人就干巴了一样。就是像您说的，减肥主要是减的是脂肪，这种脱水肯定是达不到减肥的目的的，是吧？对，南辕北辙，腹泻会导致营养物质丢失，营养物质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啊、糖类，还有电解质的丢失、水分的丢失，对人是有一定的危害的，有一定风险性的。比方说他要有出现低血钾了，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心脏骤停，这个危害是一定要避免。民警调查得知，那个网名为何涛的山东女子实际名叫王威，在宿迁警方的说服教育下，王威选择了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是到案之后，王威把责任都推到了熊某的身上。他说，他只是联系了熊某想购买减肥产品，根本不知道这些减肥产品是熊某自己在家做的。是不知道怎样去形容我现在，包括当时我知道他自己在家搅拌的这种心情。所以说我觉得这就像一个骗局似的，我一直蒙在他所说的所谓的这个正规厂家的这个鼓里。但实际上，宿迁警方调查发现，早在2016年，
王威就因在网上销售类似的所谓减肥产品，被山东烟台警方立案调查过。当时经检验，王威所销售的产品中就含有复赛米等处方药的成分。同时，民警还发现，在王威和熊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两人商议把产品做出抑制食欲、脱水等三种效果的内容，还有在包装上印日文来蒙骗用户，指导代理商编写假配方、拍摄产品广告等相关内容。侦办民警在整理涉案人员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时还发现，有不少消费者曾反映，在服用了这些所谓的减肥胶囊后产生了不良反应。我吃了拉肚子。你吃了梅子吧？吃了感觉头晕。早上没吃早餐吧？朋友说吃了头晕恶心。他自己体质问题。每当有消费者反映出现头晕、呕吐、恶心等不良反应时，小琴总是告诉消费者这是自身原因导致的。在被警方抓获的一个月前，小琴的表妹因为卖非法减肥产品被警方调查了。小琴得知此事后，曾和王威等人商量过收手不干的事儿，但最终心存侥幸的她还是一直没有停止销售。没有顾客闹不会出事的，销售减肥药的多了去了，家里发货单及时毁掉，记录毁掉。减肥药至少让我们赚足眼前就可以。为了让下一级的代理商相信自己销售的减肥胶囊来路正规，小琴还给他们发过一些伪造的证书。对于这些，小琴表示，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能带着大家一起赚钱。他不仅在销售的过程中说要教你怎么卖，他还定期的给你这种传输这种思想啊，我们要自立，要自立，要靠自己的这个双手，要买房买车，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啊。被告人王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赚取中间差价。2019年5月19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12名被告人中有11人是女性，并且都是全职在家带孩子的家庭主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本来说法没有，如果之前我知道这个是违法的，说什么我都不敢说了。所以我的孩子现在寄养在别人家里，每我听律师跟我讲，孩子每天都哭找我，希望法官能够宽大处理，让我早日回家照顾我的两个孩子的父母。2019年9月18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熊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225万元。王威、小琴两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其余几名被告人被判处了从拘役6个月到有期徒刑9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总是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既轻松又快速，而且还不用忌口这样的减肥的方法。减肥啊，说起来其实特别简单，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您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当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王小磊，下期见。